今天非常多，因为我看到救国团的伙伴哦，还有我们贵宾的好朋友，不好意思不在一一称呼，因为时间宝贵，那诚挚的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一块哦协会这样大力的一个支持，也期待哦在未来还有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个师傅、公共的师傅，也要请我们在场所有贵宾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来一起来支持我们理事长这边协会这里，让我们可以把事情推动得更圆满，在这里祝福我们在场所有我们的贵宾好朋友，大家健康快乐，感谢大家，祝各位，谢谢。